想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这台车。从去年的年底台北车展亮相之后呢，直到现在我们才真的试驾到它，那就是 Porsche 的 Macan。这台车呢，其实受到非常多人的瞩目，尤其是在现在休旅当道的这个时代。那我想呢， Porsche 的 Macan 它有非常多的东西值得跟大家分享。不过这次是小改款的车型，它总共有两种车系编成，分别是 Macan 以及 Macan S 高阶的车型。我们今天所试驾的是入门的 Macan 车型。虽然它是小改的车型，不过透过这次的试驾，我们可以看到小改款的 Macan 呢，它有一些精雕细琢的部分，甚至我觉得它应该说是可以把这个世代的 Macan 修饰得更加的完美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看到头灯的部分，全新的头灯组采用全 LED 的设定，而且有四眼式的 LED 的日行灯的设定，下面的雾灯已经取消了，在这边呢放上了一个方向灯的设定。而且在气坝的部分也可以看到它在线条上面做了一些修饰，在最下部分呢，它使用了一些横向的一些线条去刻画它的质感。好，我想车侧呢也是这次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底部它加入了一个刀刃式的饰板去刻画它的质感。在这个部分加入之后呢，其实你可以从车侧的这个样貌上面呢发现更多运动化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改变。其余的设定部分，这次的轮胎它改采用了前后配的设定，在标准的配备上面它是搭载了18寸的铝圈，而且这次呢也让你可以选配到最大21寸的铝圈，算是提供给车主一个非常丰富的选配内容。前后配的配胎前面采用了235/50R18的规格，而后面则是255/55R18。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保时捷呢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都要来做选配，所以在标配的项目呢它并没有 Keyless免钥匙进入以及免钥匙引擎的启闭钮，这个部分呢我也蛮建议车主可以来做选配。我相信在车尾的部分，大家第一个所看到的重点呢会落在这个贯穿整个车尾的尾灯组的设定。没错，其实这一次的全新的 Macan 它使用了保时捷这个世代的新世代的设计语汇，所以呢尾灯组全部连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算是向品牌一些高阶的车型来做致敬。尾灯组同样是采用了全 LED 的设定，而且刹车灯现在也采用了四点式的设计，跟车头灯呢有做一个相呼应的效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做一个保时捷品牌名称以及它的车型名称的镀铬的字型的字样。至于在车尾底部呢，可以看到有双面单出的一个排气尾管，其实这个大面积的排气尾管它其实是试管，它真正的排气尾管是藏在里面的，并没有我们现在视觉上所看到这么大。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箱空间的表现，首先要怎么把这个尾门打开呢？它其实是位在后雨刷的下方这个按钮，长按。全车系都标配了电动尾门，这个不需要另外来做选配了。整个基础容量呢是落在500公升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它的好处在于，首先它门槛隆起的幅度并不高，所以置放行李的时候你并不用太担心。再来呢，它的宽度还蛮宽的，而且整个开口是非常的方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一台休旅车来说算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开口的尺寸。如果你嫌这样子500公升的容量不够用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后座的六四分离倾倒功能，其实以手动来说它是424分离的倾倒，来扩充它的容量，总共可以达到1500公升。而且在整个倾倒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是非常的平整的，这可以方便让你来做一些空间容积上面的运用，机能性来说是非常的不错的。这边有个底板，打开之后呢里面并没有备胎，而是分离出了另外一个置物空间，可以来让你来做运用。好，关于车舱的风格呢，我想这一代的 Macan 它也做了一些些的改变。它其实主要的改变会落在中控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它现在使用上了一具 10.9 寸的液晶萤幕，而且它里面搭载的是全新世代的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 PCM 系统，萤幕变得非常的大，而且主要的一些功能设定它也都放在这具萤幕。那我认为在视觉效果上面，还有你在整个触控的感觉来说，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也由于这具萤幕的加入呢，它也简化了一些东西，包含像是你的蓝牙通讯系统啊，你的视听娱乐系统，
等等的这些功能呢，你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来做操作，其实是还蛮方便的。不过呢，它并没有如同新一代的凯宴啊，或者像是911的车型，它这边依然使用了非常多的实体的按键。如果你之前看过新一代的凯宴或911的话，你可能可以发现它这边使用的已经是全平面化的设计了。那就视觉效果来说呢，其实会变得更加的简洁一些。那这一代的马抗它依然呢有非常多的按键，我觉得甚至是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我觉得有好有坏，坏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办法使车厢呈现一个非常一体式的整洁感，而好的地方呢，你直接按下去呢，你会可以得到一个实体按键的回馈手感，那这也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去操作各式各样的功能。我们来看到驾驶人座界面的部分，三辐式的方向盘上面使用了一些银色涂装的饰板来做点缀。如果你想要更加良好的一个手感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选配它的加热的方向盘。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冬天啊，或者说你觉得可能室内温度太冷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为你的方向盘来做加热。好，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一个基本标配，它有换挡拨片，上面也罗列出了一些快捷按键让你来做选择。好，后面的灯柱以及雨刷都是使用了自动感应的功能。接着我们来看到它的仪表板部分，仪表板呢也没有像是新一代的品牌的设计使用上的全液晶的仪表板，它仅仅呢是使用了两个类比的仪表，以及右边有一个 4.8 寸的液晶的仪表。当然它也具备了一些功能的切换，来让你了解目前的行车资讯。我觉得就仪表板来说呢，它其实稍稍的有点显得有点阳春，在2019年这个世代呢，我比较希望它可以使用上一个全液晶的仪表板。不过也许是因为一个产品的位阶的关系，所以还是使用了传统类比的仪表，那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包容一下。而在座椅的部分，大家了解到保时捷其实有非常多的选配项目可以来让你来做选配，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更加良好的一个质感或者视觉表现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它的双色的内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双色的座椅。那我认为呢，在标准配备上面，其实它座椅的品质也还算不错。它方面的设定稍微偏硬了一点点，不过它相对来说可以带给你一个比较良好的支撑性。那就包覆性的表现上面，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而且呢，它其实双前座它也附上了8项的电动调整功能，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调整到你所想要坐的乘坐的姿势。好，另外关于空调系统呢，其实这台车它标配了3区的恒温空调系统，前面是双区，而后面只是有另外一区的恒温空调。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在冷气出风口的设计上面，它也做一些巧思，加入了一个类似于防铝质饰板来做点缀，我觉得视觉效果也相当的不错。好，关于配备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所试驾的这一台 Macan， 它是基本上它是全部都是标准的配备。那它选配的项目呢有2项，第1项呢是进阶的转向辅助系统，而2项呢则是 Apple CarPlay 功能。所以说大家没有听错，的确 Apple CarPlay 它是需要来做选配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中控台这个项目，它其实有罗列出了一些超驾模式。那这台车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它有3种的超驾模式，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行驶的一般模式、Sport 模式以及专门用于越野的 Offroad 模式。好，往后面看，它其实有2组的标准尺寸的自卑架，而在电子手刹车拉杆后面呢，它也分隔出了一个小型的置物空间，来让你放一些零钱啊，或者说卡片的等等的物品。然后后面呢有一个中央扶手，我们可以把它打开，里面呢也有一些置物空间可以让你来做运用。其实整体来说呢，包含了像是内装的配色，深色为基底啊，以及一些饰板的银色饰板的做搭配，这些都是标准配备。如果你想要更加豪华的风格，或者说更加属于自我的风格的话，你都可以来做选配。还有呢，像是安全系统，其实它本身所具备的安全辅助科技呢，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像是气囊啊，以及主动式的安全辅助。不过呢ACC 跟车系统以及车道维持系统，这些也都是要来做选配的。如果你是非常重视安全的消费者呢，我非常建议你来做选配这些项目。好，接着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空间的表现。其实由于它使用了同样的平台系统，所以说尤其它是小改款，它的轴距并没有改变，一样都是落在 2807mm。 而且我们环顾整个车室，其实对于空间这个部分来说呢，跟小改之前呢也是相差不多的。好，腿部空间呢，身高173公分，前座一样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大概还有2个拳头左右的距离。至于头部空间呢，还算蛮充裕的，1到2个拳头。我觉得这台车呢，其实在后座空间的表现上面，我想讲一下它的乘坐舒适性。由于它的座椅的发泡棉设定的是比较厚实的感觉，它整体来说是偏硬的。我觉得如果以前座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在后座的话，可能你要稍微去适应一下它整个发泡棉的设定的取向。而且呢，它其实在腿靠这边，它延伸的距离并没有太长，
如果你身高很高的话，也许你在腿部这边你会觉得你没办法获得一定的支撑性。而且呢，其实后座椅它整个设定的也是包覆性并没有非常的强烈，所以整体舒适性来说呢，我觉得还有加强的空间。其实在后座椅它使用了一些皮革包覆，还有一些类麂皮的设定，我觉得麂皮设定在这边呢，它其实有一些防滑的功效。好，我们中间打开有一个中央扶手，里面有两个置杯架，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机能性的设定。好，中间由于是四二四分离的机制的，所以说你可以透过这边，好，这边来做倾倒，它就可以很方便你去拿取行李箱的物品。好，中间这位乘客呢，其实你在空间的运用上面呢，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这边隆起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在腿部啊、脚部的置放上面的话，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后面呢，也有一区的独立的恒温空调系统，也有两组的 USB 的充电孔，让你方便来做手机啊或是平板的一些充电的机能。两组的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装置，其实基本上在小改之后呢，后座整体的表现是与前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使用一些饰条，使它的质感有做一些精进。好，关于这次所搭配的动力系统，其实在高阶的 Macan S 版本上面，它搭载了一颗 3.0 升的 V6 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呢可以达到354匹。而我们今天所试驾的入门的版本呢，它是搭载了一颗 2.0 升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是落在252匹，而峰值扭力则是37.7公斤米。其实以一台像这样子中小型的休旅车来说呢，我认为这样子的动力是够用的。而且你实际开上这台车呢，你其实可以发现它开起来真的很不像是一台休旅车，跟我们之前所试驾的凯宴是有非常类似的感觉。它甚至是有点像仿着一台小型的掀背车所带给你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它运动化的一个设定呢是很明显的。怎么说呢，其实你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跟我们一般所开到的休旅车呢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呢，一般的休旅车它会给你一个非常轻手转向的手感，不过就马康来说，在一般模式之下呢，它辅助的力道并没有这么的强烈，所以带给你的一个是一个可以让你比较有信心的一个转向的手感。同时呢，它的指向性也非常的不错，这个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点。不过对于一些入门者甚至是一些女性的驾驶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手感是有点偏重的。另外这台车它也选配上了转向辅助的升级的功能，所以这代表的是呢，它会在低速的时候带给你一个比较大的辅助力道，而在高速的时候则是辅助力道会降低，因而呢让你操驾起来会更加的有信心。好，我觉得这次呢，这搭配上了 PDK 的七速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之后呢，整个运动感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不管是换挡的顺畅性啊、直接性，而它0-100的加速成绩呢是落在6.7秒。如果你今天选配了跑车计时化的套件的话，你的整个动能的输出呢可以运用的更加的完整。不过很可惜的是，今天这台车它并没有选配这样子的套件。至于在底盘回馈的部分呢，其实这是一样是采用的前双 AB 后多连杆的设定，不过它在一些悬吊的设计以及一些支臂上面呢，它使用了更多的铝合金材质，一方面呢可以来做轻量化，而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带给它更高的强度。在操驾的时候呢，尤其是在高速的过弯啊，或者在山路上面行驶呢，这样子的特性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感受到。我觉得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感觉呢，其实 2.0 升的动力我觉得还是有点稍稍的不够用，因为当你在重踩油门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受到一些的束缚，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把操驾模式开到 Sport 模式，变速箱的逻辑去改变了，你也可以全然的比较去释放它整个动力的反应。不过今天如果我试驾的是高阶的 S 版本的话，我觉得可能整个操驾的感觉会更加的愉快一些。不过由于呢保时捷其实以它豪华品牌的一个形象，我认为它在隔音啊的表现上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甚至是在音响系统的搭配上面它也有独树一格的搭配。另外你当然也可以选择更加优异的一个音响的品质。好，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Sport 模式之外，它另外附上了一个 Off-road 的越野模式。由于这台车呢是采用了全时四轮驱动的版本，所以对于一些攻克一些轻度的越野关卡，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其实这台车真的非常适合在台湾这样子地下人稠，而且山区以及海边啊
非常接近的一个道路体验来做使用。因为你开着这样子身形不大的一台休旅车呢，你其实就可以享受到它包含休旅车的空间机能以及它全地形的适应能力。那我认为呢，这台车呢，其实你加上一些辅助安全科技选配上去之后呢，它就是一台非常完整的一个保时捷的驾驭的体验了。那我认为呢，它是对得起它的身价的。不过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能试驾到高阶的 S 版本，我想这也更能去体验到保时捷新世代3.0升 V6 引擎的一个魅力。好，那我们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欢迎订阅、分享以及按赞，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新更快的试驾报道。拜拜。